姐妹平安。平安。很高兴哦。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那个经文，这一段故事，其实对我们都很熟悉。那这段经文会让我想到什么？想到习惯。好，习惯呢，有时候啊，有可能会限制一个人的思想，或者是说一个人的思想可能会带出他的行动，或者是带出啊。他的思想会带出他内里的信念，或者是最后会带出行动出来。那这个段落呢，一般都有很一般习惯性的解释。那么来这个经文，我们来看一看，哎，有什么不一样？在今天的早晨，我们看看，哎，有什么新的亮光在这里面哦。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我们刚才读到的是什么？我们刚才读到的是，大将军里面的小女子，奇怪，这个小女子她没有名，没有姓。那传统上一般人对她的说法是什么样子？哦，她就是很勇敢，站出来讲这样的话。那我们来针对这个小女子，我们来看说，我们来先想想。他虽然是没名没姓，但是呢，他讲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先知，并能治好他的大麻风。我们来看撒玛利亚在哪里？南北那个黄色那边南北那个以色列王朝分裂之后呢，就是北边是以色列，南边是犹大国。那在列王记上的那个16章那边有提到说，这个成为北国以色列的城市。那撒玛利亚代表什么？撒玛利亚代表说，以色列这个国家亡了，灭亡了，是一个已经不再是重要的城市了。那撒玛利亚也代表什么？撒玛利亚也代表的是，说讲说是王国之外，撒玛利亚也代表的是这个小女子她的家乡。所以她的家乡怎么样子？她的家乡是亡国了，她没有家没有国了，所以她被掳到那个乃曼的家来。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一个被掳到别人的家里面做奴的，可是在那个乃曼生病的时候，他居然说什么话？他居然说了刚才我们讲的巴不得。这三个字可以让我们想很多。你想想，一个亡国的女子，他们家已经灭亡了，这个他的老板这个将军把我掳到这里来然后我可能是在异地为奴，但是他在这个关头的时候，他居然会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他可能可以，我们可以想说，有可能他可以不用去理这个事情，反正这是主人的事情，关我什么事情？或者是我们也想说，他这是他的病，不关我的事情，这是他的事。我平常已经受够他了，在家里我受够他了，生病最好了，有可能会这样子。可是这个小女子，这个没名没姓的小女子，居然这么说了，说巴不得。有可能我们在家庭当中，或是在工作职场当中，你有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委屈，或者是你在家庭里面，可能跟先生，或者是跟你的亲人有不一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可能长期受委屈，可是这时候突然有一个可以让你反击的机会，但是没有这个小女子，有可能我们就像她这样子，她讲了巴不得，所以我们可以说什么？她用什么？她可能用善良代替她内里一切的情绪，或是她本来原有的想法。我们可以说他可能是善良代替苦读，善良代替他的委
区，善良代替等等等，善良代替一切。好，那这是那个没名没姓的小女子。我们来看这个乃曼将军，传统上的认知都会认为他怎么样？他可能是一个骄傲的人，大麻风啊，叫他去洗，他又不去洗啊。这是我们在传统上对他是骄傲，是负向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当他经文提到的是什么？当他去听见这个小女子啊讲这样子的话的时候，他居然去照做了。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我们知道为尊为大，为大是什么？为大在原本的意思是啊，是重要的啊，或者是为尊是受宠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所以想必他不只是将军，他一定是坐高位。重要的位置，但是他却居然是他的女仆跟他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他很快的就跑去听取这个意见。我们能够说他是负向的，他是骄傲的吗？那不一定哦。而且怎么样？他居然是听一个战败国家的那个被我掳来的那个女仆的话，我觉得这不值得我们学习嘛？啊，因为大半部分的人都把乃曼将军变成是负面的啊想法，啊，所以我们甚至是什么？甚至是他，我们刚才一起读的，甚至是亚兰王怎么样子？亚兰王愿意帮他写信，哎，而且还支持他去那个被我打败战败国的国家去求医治，这很特别。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有信心，甚至也是心胸宽大的，愿意去接受一切。那这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一段其实对以色列犹太人来讲，他们不太能够认同的。为什么？因为呢，上帝怎么会医治这个乃曼将军呢？他可是亚兰人哎，亚兰人是外邦的信仰，这对我来讲是不可能的，犹太人来讲是不可能的信心的榜样。再来是什么？他是欺负我们以色列的军队的指挥官哎，他把我们的国家打得遍体摧毁，甚至怎么样子？把那个妇孺啊掳到带到自己的家中为奴，怎么有可能是信心的榜样呢？再来，我们是不是从那个最知道的是什么？犹太人他们不能够认同的是什么？哎，他长大麻风哎，怎么有可能是我们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信？怎么可以说他是信心的人呢？所以这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哦。但是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呢，我们就要说，哎，上帝的救恩是非常怎么样子？上帝的救恩是很奇妙的哦。上帝的救恩打破一切，上帝的救恩怎么样子？上帝的救恩是临到那个去恩待那个接受救恩的人。我们可以说什么？我们可以说，哎，上帝在做事情就是这么特别、这么奇妙的事情。那我们来看，这个时候，这是乃曼他们的思想带出的行为。我们来看的是以色列国王的以色列王啊，以色列王。刚才我们读到的是什么？以色列国王他们是看了那个亚兰王的信之后，就撕裂衣服，然后讲这一段话，听起来怎么样？听起来跟我们刚才介绍那个乃曼，甚至是原本自己国家的小女子来讲，她的信心显得是怎么样？显得好像有一点点跟
我们想的不一样。哎，他可是耶和华，可是他的神啊，但是他居然是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怎么样子，他的信心可能和乃曼和那个小女子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我们在这边甚至也可以想到说，哎，外邦的那个军事领袖是投靠以色列的上帝，但是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一段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是，哎，怎么会以色列的君王反而不去寻求上帝呢？这是很特别的想，很特别的地方，我们可以来今天早晨来思想的。这有时候就好像我们人一样哦，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会像那个以色列的国王这样子啊？哎，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很负面，但是其实也没有，但是就被那个心情、被那个环境所牵引着，怎么样子？那个以色列国王他接到这个信的时候，他慌慌张张的，但是怎么样子？马上就有那个使者，马上就有那个以利沙的使者来跟他讲说：“哎，我可以帮你，与你同在。”有一个正向的亮光出来，都这样跟他讲了，但是他怎么样子？他还是选择在负向里面的思考。这会不会就是有一点是像我们的？哎，可能我在这个看起来我觉得很负面的想法当中，哎，上帝不断的告诉我们，我必引领你，我必保护你，但是有可能你就被那个表面的事情所淹没了。会不会像你在工作当中，哎呀，或者在职场，在工作职场当中，或者在家庭当中，你可能遇到一些芝麻琐碎的事情，你觉得让你觉得不开心，但是上帝透过一些事情来告诉你，可是呢，你还是一些好事来告诉你，但是你还是愿意去选择那个，就像以色列的国王一样，一看到信还分不清缘由的时候，马上带出负面的思考，甚至我们讲的他甚至还认为是什么样子，有政治上的因素，但是其实怎么样子，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哦，只是来跟他讲说，哎，请他帮忙。因为可能我们可能看了一件事情，就自己延伸到后面去，以至于是有，哇，不可理喻或者是不可收拾的一些想法在里面。我们也可以针对即使有正面的想法在我们里面，但是即使有正面的亮光在你里面，可是你的脑子、你的心里还是有不断的去跟，就像录音机一样，不断去回应，不断反复去听这样子的话，或者是反复不断的去思索，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事情。亚兰王有要去攻打以色列王吗？并没有啊，请他帮忙而已，甚至要带什么？带很多的礼物给他。我们只看到10套衣服，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是怎么样子。可是如果你换算那个10塔连德跟6000舍克，哇，用现在的那个来换算，特别是黄金，非常的多。但是他没有，他只想到的是什么？他只想到说啊，糟糕了，我要被攻打了，而且是怎么样子？人家境内他也不知道境内有什么，境内有先知以利沙可以以行医治，即使以利沙差派使者来告诉他，给他一个正面的回应，他依旧是这样子。有没有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落入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也可以从沐浴七回这件事情来去想一些事情。我们知道这个乃曼是 有信心的人，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刚才读的沐浴七回这样的事情来去更深的去想一些事情。想到什么？一个使者，一个使者让我们想到什么？他会觉得怎么样子？他会觉得我是乃曼将军，应该是会派一个盛大的仪式来欢迎我，怎么会是一个使者呢？甚至是怎么样子？他在刚才有讲了一段话，说：“他会认为说是耶和华怎么样子，必在我的患处当中，为我祷告。”他觉得不只是派一个隆重的欢迎礼之外呢，还要怎么样子？还要用他原本的自我的思想来去想，大概是怎么医治我的？但是上帝的医治透过以利沙给他不一样的震撼教育。再来我们可以说，他认为的是说用这个方法叫我不是为我祷告，也不是仪式，只要跳河就好了，跳河我们家就有河啊，而且比这里更好。这种我们可以讲说，他可能就是以自我的想法为想法，但是就像我们讲的，上帝用小事来试验我们，上帝用小事来试验我们，他不是用大的来去试验我们，而是用平常的周围的小事情来看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可以说上帝爱乃曼的，为了什么？当我们刚才讲说他在沐浴七回，当然是后来得了一个欢喜的结局，我们在说他的过程当中，他原本是不解疑惑又是抱怨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什么？看见最后呢，那个他又再一次经历那个他的仆人的提醒。我们不说怎么样子，上帝爱乃曼吗？为什么爱乃曼？乃曼名字很特别，乃曼名字又叫做是恩典的意思哦。上帝之前透过谁？透过那个小女子来提醒他，现在又透过这个仆人来提醒他，提醒他按着先知以利沙的说法下去做。我们可以说什么样子？小女子的回应，还有这个仆人他们的属灵的看见，或者是他的信心的提醒，让乃曼去得到这样子的经历，这样子的神迹，经历这样子的医治。那我们可以说什么？我们可以说神迹是什么？神迹不是表演给人看的，神迹是怎么样子？建立在信心上面的，上帝没有透过乃曼自己想的很夸张的方式为他行医治，这可能让很多人就看见了，但是上帝竟然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这个乃曼去经验到一些事情，提升，更加提升他的怎么样？他的信心，甚至怎么样子打破他原有的思想、原有的观念哦。我们都知道乃曼是一个将军，他影响力大不大？他影响力是大的，但他上面透过这样的小事来帮助他更认识真神，更认识真神。
所以我们可以在亚拿圣经，我们可以在五章十五节那边，他有讲到什么？除以色列之外，普遍之下没有上帝呀、啊，让他这样子来认识上帝。上帝爱他，要让他带出大的影响力出来。我们也可以说什么？用他的身份去影响人。我们也可以讲到说，上帝爱乃曼在此时什么样子？是胜过以色列王的。以色列王他的信仰就原本是这样子，但是此时此刻，上帝透过这样的事情，把这个救恩去临到乃曼的身上。以色列王他可能不知道上帝保守他，以至于陷于惊慌，陷于愁苦的状态里面。我们可以在这边去反思说，会不会有时候我的想法就像这个以色列王一样？虽然我有这个信仰，但是呢，有时候我活的可能都还不如那个乃曼。有可能我是他的儿女，可是我忘记他的存在，我独自背负着我自己的问题。我觉得我要考试，压力好大，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这个月绩让我觉得感到压力很大，我没有办法胜过。但是有可能，我们就像那以色列王，忘记上帝是掌管一切的，忘记上帝是带领我的。所以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像乃曼这样子，他从一个他认为的信仰去经历一个，变成是他知道，哇，原来以色列国家的上帝是这样子的上帝。所以在那个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七节里面有提到说，我们真的是要常常祷告来做什么？不是常常祷告一无挂虑，而是常常祷告让我真知道他，让我真知道这个信仰。我们刚才有一段金句，也是今天的金句，我们没有去提的，我们没有去念到的啊。今天的金句是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在诗篇149节的第四节。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那你会想说，传道啊，这不就是叫我们要不要骄傲吗？人要谦卑，要谦虚。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啊，对，我们基督徒要谦虚，但这是比较表层的接受。其实谦卑的意思，在原本的意思有什么？在原本的意思，有的是困苦、卑微的人。所以你把它套用，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要用救恩当作困苦卑微人的装饰。哇，你这样想，乃曼他不困苦吗？困苦啊！我居高位，生病，即使没有生病，怎么样子？哇，我要统领军队，压力大，困苦啊！但是上帝的救恩临到他。这小女子不卑微吗？是啊，没名没姓，又到家里，又被掳到人家家里面。那个仆人不战战兢兢卑微吗？是啊，也是啊。但是怎么样子？上帝把救恩都临到他们的身上。甚至我们讲的说，装饰其实在原文的意思也是荣耀的意思。上帝用你困苦卑微的方式显出他的荣耀出来。
而且呢，上帝分别用他们三个人的困苦、卑微的方式，来变成被上帝使用的方式，而且是成为有影响力的，不因为身份的大小，不因为身份的大小，你说。小女子跟那个仆人，他们的身份，若没有他们的话，怎么能够让乃曼带出大的影响力呢？但是他们三个可能分别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但是用他们的困苦卑微的方式去荣耀上帝，去显出上帝，显出耶和华的荣耀出来。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这三个人，我们可以去分别去想一下，从不一样的角度来思考，说，哎，这三个人分别得到上帝的救恩，因为上帝喜爱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认不认识他，但是这个救恩怎么样子？救恩临到他们，会想说，为什么？怎么样子？他们可以去经历到这个救恩，经历到这个丰富，我们是不是从这段故事里面有一些的学习？我们分别来想想，是不是他们有勇敢的心？我们有提到说，乃曼不会因为他的高位而怎么样子，而显出什么？显出骄傲。你要想想，他得要怎么样子？他要勇敢的听那个小女子的话，要勇敢的跟着做，不是吗？那个小女子怎么样子？他要勇敢的去回应，仆人也一样，也要勇敢的再去提醒乃曼，以至于他们都得到一样的结果。有没有可能我们在生活上也是需要，上帝一定帮助，可是你少了这一样勇敢。我们来看看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那个罗杰·约翰。他是谁呢？他是英国的第一个殉道者，那也是那个我们那个英文那个圣经的钦定版的第一个翻译者。那我刚才讲了，他是殉道者嘛，那他怎么死的呢？他是被火烧死的。他在烧死之前呢，他跟他的主教，他的主教问他说，跟他讲说，你的信仰是异端，但是他坚持他的信仰并不是异端，甚至跟对方的跟要烧死他的主教，他们其实都同样的信仰，跟他讲说什么？跟他讲说，当来到审判台的时候，要显明一切。那他讲说，那他怎么讲的？对方主教跟他回应说什么？跟他回应的是说，好，那我不为你祷告。可是呢，这个罗杰约翰还是一样跟他，还是坚定的立场，跟他讲说什么？想说我会为你祷告的。那当然他就这样子很坚定，然后也很温柔的，我在看他的那个传的时候，坚定温柔的把他的灵魂就交给那个，就回到天家去了。那当然这样子就是慢慢的在英国那边境内的改革当中也有一些带出一些影响力出来。所以我们是不是说勇敢是怎么样子？勇敢是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或者是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那个英国的第一个殉道者一样，不可丢掉勇敢的心，因为这样的心必得大的赏赐。再来是我们从这一段故事里面，我们去想一想，他们这三个人有什么样的特质呢？我们讲的顺服、
谦卑的特质。特别我们今天明白，谦卑不再是跟骄傲那个对对的，谦卑有可能是困苦啊、贫乏之人。我记得有一个那个神父，他的生命，我记得可能当中我们也有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博学多闻的人，可是他被派去哪里？他被派去一个修道院工作的时候，怎么样？他博学多闻，居然被派去这样收发信件，哇，这怎么，真是很奇怪这样子。但是怎么样子？因为他的博学多闻，懂很多，所以他在收发信件的时候，他可以看得懂那个邮票当中的特别的地方。哦，以至于他到最后怎么样子？这些邮票，因为他数十年如一日的这样子的工作，还有他的特长是那一个本来快要原本的修道院，到最后都会慢慢没落。因为这样子，他的这一个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顺服、谦卑，而保住那个修道院的财产，甚至让那个修道院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可是就外人来讲，他数十年如一日的环境不困苦吗？但是他选择顺服的，所以就如同诗篇讲的啊，必按着公平引领前面人，使他们的修道院因此而保住了。那我们也可以说什么？这三个人这一段故事有没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信心。但是我们今天讲的信心，我们不把它提到高的，提到希伯来书的那个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不提到那个，我们把它想的是什么？像就是在马太福音那种，我的信心是一个不疑惑的信心。他们三个人是分别都有这样子不疑惑的信心，以至于带出这样子的喜剧，欢欢喜喜的收场。就是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的困难当中，我会带着疑惑，但是没有，他们三个人带着这样子的信心去做正确的回应，以至于活出不一样的结果出来。甚至到最后怎么样子？我们说的他们三个人，这些特质，这三个特质，他们去看见哇，去经历到这个是我的，他们经历到的上帝是不受环境限制，是超越的。这三个人不都分别的经历到吗？所以，我们今天的早晨，我们把这三个特质刻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这一整周或者我们这一月、这一整个月里面去做操练，你就要去经验上帝是带我们不受环境限制的神。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你的工作上面觉得是很愁苦的，或者是你觉得哇，我这时候我的家庭觉得压力好大，重担好大啊！上次我听那个就觉得说，听个弟兄分享说，哇，他觉得他业绩压力好大，他觉得啊，还要处理好多事情。但是我们是不是在今天的早晨，我们思索再一次的透过这样的故事去思想，上帝在我的环境当中是带领我的。我的环境可能有可能像乃曼将军的环境，我的环境可能像那个小女子的环境，我的环境有可能像那仆人的环境。但是上帝用救恩作为这样子特质、这样子环境人的荣耀，所以你还怕什么呢？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谢谢你用环境塑造我们，主，我们向你感谢，主，谢谢你透过环境来不断的提升我们，主，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这些环境，就像以色列王这样子，但是主，我们今天透过这样子的故事，透过这些剧中人物的角色，我们看见他们的勇敢，我们看见他们的信心，看见他们的顺服，以至于主，你要在他们各式各样的环境里面提升他们，使用他们，就如同你也现在使用我们，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引领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各样的生活、工作、家庭当中的每一个所在现场，主帮助我们，把更多更多从你来的智慧、能力、信心、勇气，丰丰富富的洒赐在我们里面。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感恩，阿门。我们用这首歌来回应主，好，我们可以起立来回应。
去那领受那我们所承担的旨意和被你所使用器皿的能力。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而阿们，请坐。